今天有位粉丝3000多的预算问我华小美能拿到什么机器，3000多的预算一般商家只能给你们拿个苹果11，性能落后不说，屏幕的显示效果也一般，关键还是 4G 手机。今天3000多预算要拿的是 iPhone 14，重点这可不是翻新机，而是纯原装二手的机器。最近14价格跌了不少，也是重新回到了3000档位。之所以这么便宜呢，一方面我们是做批发的，每次拿货都是好几百台，拿货价的话跟背包客的卖价都差不多了，一方面的话是华小美是二手手机的批发中心，价格的话也相对又有优势。这一批机器的话我们拿货是3300，电池的话普遍都是98%以上，充电次数最多的也就几十次，到你们手里的话也是3499。20瓦的快充钢化膜，手机壳全部给你们安排上，最重要的还有180千一个质保，为的就是让你们买的放心，用的安心。